第二次也很美，是当前热播的电视剧，是由王子文、张鲁一、于小伟等人主演的一部都市情感剧。该部剧讲的是由王子文饰演萌妈安安，一大学毕业以后就和年轻有为的富二代于非凡结婚，做了五年万事无忧百事不愁的全职太太。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五年之后竟还是得面临离婚的厄运，老公和她提出了离婚，这要是放在古代就是休妻啊。于是安安成为了带着一个五岁男娃的单亲妈妈。在去往机场的路上，在一次轻微的汽车追尾事故中，认识了打离婚官司的律师，由张鲁一饰演的徐朗。徐朗是位相当厉害的律师，用百战百胜来形容都不为过。由此两人开始了逗趣搞笑的生活。在之后日子的相知相识里，同样带着一个五岁小女孩的徐朗，在相处过程中渐渐有了感情。两个家庭在误会之后的和解以后，相互成为了对方依靠，而安安也实现了成为漫画家的梦想。徐朗也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，成为了各自儿女的榜样。有一次王子文家的娃有点不乖闹脾气，没想到王子文就静静看着他，后来竟然和一个小孩子撒娇，简直了都。果然再小的孩子也有懂事的时候，这一招孩子立刻变乖巧，这招简直堪比教科书。你们觉得呢？欢迎留言点赞关注哦。